今日我哋时代最大嘅机遇就系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所带嚟嘅机遇。我去过世界上好多个地方，而粤港澳大湾区嘅条件系比好多地方都好优秀。我经常建议澳门应该多元化咁样发展。这个多元化最大嘅底气就系我哋身处于大湾区。我认为如果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嘅湾区，就要必须推动高校间、校企间同埋科研院所间嘅交流同合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创新型、实用型、国际化程度高嘅高素质专业人才。呢啲举措都会为大湾区嘅发展带来源源不绝嘅人力资源嘅保障同埋创新嘅动力。大湾区有好多天然条件都得天独厚，基础建设完善，可以讲是硬件齐备，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备软件了。这个软件就是人才无可替代的最为关键的一环。推动高校融合，促进人才培养，合作区必有未来。